正休息。啊，你们也是一条街，就是很热闹的。一条街很热闹吗？就一个区块吧。就几个区块啊。哎呦，日本也不到热闹，因为人没有。就吃而集中在那一块。对啊，就是说吃的东西集中在那里。哪里有日本就会去？有公车吗？有啊，有公车啊，有。有时候转站那种交流。可是我不会打。不会打哦。彰化的那个公车车。今天没有很近，然后再加上数量没有很强。了解。好了，我的7523之后，双层 UI 数解释啊，然后8:21就会说在瑞芳南终于属绿豆球馆那间妈妈音。7523之后连。